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阿。我今天呢又来到一个幽默这个地方，因为呢之前我有一个 YouTube 的朋友呢，他在这边呢做了5块呢，抓到了非常多只的娃娃。不知道是他运气好呢，还是那个刚好那个夹娃娃机呢出了故障，所以他夹到了非常多只的娃娃，好像大概有6、7个这样。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这里了，来验证看看呢能不能抓到很多只娃娃回家去呢。因为现在非常的多了，所以等一下就是偷偷拍就好了，就是没有讲话的那个声音，所以就是只是夹娃娃的罢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又去那边了。还是失败了，怎样呢？拜拜。